我们叫玩风之谷，增加你装备强化。是以相同装备可以升级，不一定，有装备就可以升级，应该是。哎，这是新职业啊，夜光是不是？然后讲到夜光哦，大家就知道了，我们的那个排行榜嘛。夜光一定有新的排行榜，因为各位知道我都在讲职业排行榜。那除了新职业，当然就有全新夜光的职业排行榜啊。唉，还没完呢，怎么办？哎，又跑去安娜姆米家。来，嗯哼。收了雪狐宠物，超可爱耶！为什么这个我要尖叫哦？因为真的太可爱了。那你看下去，天哪、啊！你小狗注意啊吧！哎呦，所以哈士奇都没剩啥哦。手游榜的风骨，这才是重点，是不？想说他一开始送我们哈士奇，天啊！我哈士奇一对，哦，所以记得夜光一上哈士奇，然后那个米格鲁，我觉得风手游版的风骨较赞，你都知影。我抬头就是新职业啊，拢任想新的职业。这其实手游版的风骨嘛是最有潜力的，也毕竟线上游戏的风骨非常的红啊。那叫我们一日帝城啊，神都引导人潮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啦，这样。